起点增加，在他的肩膀，下一秒融化，如他温暖的胸膛，靠近我，左耳要起吧，东平之蛙，真悲伤才呀咿呀。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嘉璇演员，很开心今天来到节目。今天除了演唱我自己的创作《毒苹果派》，还有一首，从我写了之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对外表演过的一首抒情歌，希望大家能够来准时收看。而且我们今天还用 AI 玩了创作游戏，还有一手画脚，来看看我的演技怎么样吧？是不是没有看过我演戏啊？那完整版在周六晚上7:30要记得收看哦，我们的学生天团风音乐。真在演戏，很忙啊，多忙多忙，很忙但很安静，因为不能讲话，是默剧，不要讲的声音叫做嘉轩，当他叫演员，你这个你不懂，两个字，这个很简单吧，很简单啦，对啦，答案是要。今天就直接来介绍这个大正妹啦，好，我们欢迎嘉璇。嘉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嘉璇演员，演员不是嘉璇，不要叫嘉璇，叫演员。OK， 刚刚是一段绕口令吗？对，有点不听不懂。对，他们想要人家加全名，加他演员，好，不要叫嘉璇，人家嘉璇叫演员。你想幕后，以前幕后在干嘛？我以前在剧团里面工作，在就是做比如说音乐剧的整个就写音乐剧啊，或者是一些戏剧后面的配乐等等的，对，音乐设计系列。他意思说你传达的词跟声音都很准确，在他是疗愈小姐姐啊。哦，对，就是其实我其实发片之后，我尽量发一些不那么 emo 的歌，上架的都比较 emo。没有啦，上架比较不 emo 吧，比较特殊的曲风，但是在可能又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街声上面，或是我以前的歌比较多，我比较容易去写很情绪类的东西，写过那种很恐怖的惊悚的戏剧，感觉真的假的？那个就是你整个在写的时候，我有一次就真的是大半夜在写，因为要赶嘛，有时候会赶稿，然后写写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有点恶心，因为那一段其实就是我们导演在写招魂。哦，你说舞台剧，然后是写招魂，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就因为你氛围你一定要到舞台剧，又不像如果拍戏的话，没有太多的视觉剪接东西，所以我们氛围跟张力一定要做足够。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半夜在写的时候就写，我就觉得有点毛，我们先结束，这样就盖起来，就看到了，轻松。好，我们刚刚讲到它就是一些创作。他的歌曲啊，或什么都是出自于他自己，就是像自己孩子一样这样子的。这个团体也是最近才出来的嘛，对不对？近年来，很多的确很多人用它来就是增加创作的速度。对，我最近就很流行 House 哦。对啊 ，House 流行回来哦。很认真的看他跳，跳舞最讨厌跳 House。因为跳耗子很难，叫律动难，因为我脚会打结。有啊！不错哎，好好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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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全部，他会有全部歌词吗？就两段啊，这边这样啊。他后面很认真，就只有那个 beat 啊。对啊，是这样吗？你要把很多歌词，他没有把，他没有全部出来哦。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别的歌词，他就也没有办法唱给你听啊，不然你就自己填进去啊。啊，你就学前面四句这样。我要听一句，他有第二个版本。这首不好唱哎，这首歌的字有点难。第一首唱歌的字的拍点在哪里？我甚至查不到。第二首不好唱哎，他真的有把第一首叫《魔吉》哎，还有吗？还有吗？你想挑战这一首是不是？他不能往前。你只有唱第一首的那个。你说第一首吗？对对对对。
很像十年前的 K-pop， 有点像哦。没有，这很 TFBOY。你可以来唱前面那个哎。他不能直接拉。可以吧？你来唱一下，你唱一下，你唱一下。好难哦，好难哦！你知道我记歌超慢吗？他那个字塞很满，我是，而且我知道我会写歌，可是我记歌超慢，太难了吧？他在唱什么？他刚刚说的。你会了吗？你会了吗？风一月，他真的有把字飞的，他真的有，他真的有把字念完吗？他有啊，他有，没有疗愈他没有念到，有疗愈，疗愈的小星星。要与西小姐姐，她是演，她是嘉轩娇演员。对对对，再次再次再次 ，again again。好是吧？对，想起来吧？是不是？你看有人点头了。有 feel 了。你看，小姐姐她是嘉轩娇演员，她叫不赞美，二狗不赞美来寻找巅峰音乐。太难了吧，好难唱！你换一个，你换一个，换一个风格看看。换风格，还要换什么？有什么风格？来，他在换风格的时候去了观众。他在换风格的时候，一人想两句，还要再想两句，一句太少了，一人两句这样，一句都唱不出来，还要两句，很狠哦，这两句两句两句是不是？嗯嗯。啊，我就自己生成，对，自己生成两句两句，等一下一人想两句哦，所以现在已经又生成了，是不是？另外一个风格吧，是不是？我打我的就是擅长的擅长的 R&B， 哎 R&B。有点。大舌头，哦，这很我，这很我，哎，你可以唱这个，你可以唱这个，可以可以可以，爱上这个，他没点数了，没点了，没点了，我们只有这首歌的机会了，他没点数了，你可以唱这个，这个，你唱，你唱，你唱，等一下他没有办法，还要等他跑完，有啊，这是你的歌。他那个声音太难了吧？他那个声音像佛经呐，对，很浓，对，很像佛经，太认真在咬那个，很认真在超度超度。疗愈系小姐姐，她是嘉轩，她叫妍妍。不行，那个学生我真的太熟悉了。我们自己改掉嘛，我们自己改掉啊。他不是他那个是发音问题，他那个学生对，他是发的是声，不是声。喝酒后，喝酒后红不沾杯，怎么怂掉啊？学生，怎么认识？好，快快快，你这样我会想要敲木鱼哦，是不是？我们再听一遍，应该这就可以了。可以唱啊，可以的啦。来，你加入你的温度，这个 melody 加入你的温度，然后唱一下。好，来了来了，算为难，就不要先不要管他唱什么吧。对对对 对, 对，音乐人会有很坚持的地方，就是当他真的弄下去，他就没有要停了。我怕给他直接制作人直接弄完走。他有那个。他好好影响我，那我们就不要来继续不要听 AI 的部分了，我们听他唱，听真正的了，好不好？人的温度了，对对对。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毒苹果派，毒苹果派，我先来听一下啊。毒苹果派呢，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完成的一首新创作，那它也是我自己突破自己风格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带了很大量的 K-pop 元素，那我是第一次做这么比较大众感的音乐，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毒苹果派其实在讲的是一个很大女人的个性去追爱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如果我很喜欢，那
我就会想办法进攻的那种女生。那这首歌就在写我烤一颗苹果派，要想尽办法去引诱隔壁刚新搬来的邻居，然后好让他可以爱上我的一个故事，可以让他尝尝我的手艺啊，然后常常来我家跟我聊天，读苹果派。我们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很少唱。好嘞，刚刚唱歌，现在身体要动起来了，好，动起来了，动起来了，我们就直接来玩比手画脚。好，那我们等一下过程中就是不讲话、嗯、，OK， 好不好？那你等一下先第一棒，啊，你们后面两个自己排。好、啊、，OK， 好，来，金钻，我要演出戏，你要演出戏，OK， 我静静的看。啊，不要背对镜头嘞哦。不好意思，背台了，不能说话，太认真在演戏。很忙、啊，多忙多忙，很忙但很安静。很忙，因为不能讲话，是默剧。啊哈！哎呀，讲的声音一点都没有。几个字？简单单。好，我两个字。OK， 快被你洗脑了，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一起演呐、啊！不行，不行哦。你是不行，还组合技啊？组合技啊！这组合技才好玩啊！那你要演哪一个？我可以演。你先演，我知道他不出来再说。好，照他演，照他演啊！好，他刚刚在，没有，这样。去哪里？廖玉馨小姐姐，她叫做
嘉轩，但他叫圆圆。你这个你不懂，两个字，两个字，简简单单啊，要组合技。我要看组合，等一下看组合技，组合技，组合技。你先，我好奇演另外一个人。组合技，我知道他演了，但我想看你们演那个名词的那一个。对对对对，名词的那一个。没有，我想看他变成动词。名词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这个很简单吧？很简单啦。对啦，答案是钓鱼。错，我就知道虾。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什么东西？钓虾。钓鱼跟钓虾的动作其实不一样。在外面客诉哦，脸太臭，不耐烦，真不耐烦。嗯嗯嗯嗯嗯 ，OK OK OK， 你知道吗？他超会演的哎，他超会演的，融入哎，融入那个职业倦怠。而且确实那地方也都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对对，大错。知道的 ，OK， 好吧，來你绝对知道的，好，绝对，你铁必知道，你知道，是怎样？啊，不要背对镜头，态度先要，态度先要有，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想说，这个人想找三个字，三个字啊。嘿，三个字。我说演太多了，我觉得应该演。不会不会，很棒很棒，你看吗？很棒。要不要再一次？我想看客人的。客人。客人。你觉得知道吗？来找我。我想看客人。哎，客人的我会演呢。客人我会，我会，我是想演很久，我会。你是想演？那你要演，你要演那个。不是这样。老板，我演。要一组啊。客人没有没有，就只演客人的，就这样子。客人就这样。没了，结束了。啊卡嘞！你要怎么消费？哦，有你不够细节，你卡怎么别人出来他就好了。你要先从口袋，客人懂了先拿好了。好了，加油！细节控，细节控啊！加油站，加油站。太简单了吧？太简单，周题还那么简单。题目都太简单了吧？是我们太厉害，是好演的。不然我们太厉害，不然就。再崩了是一次。我先跟你说， okay, 他们一人有一个题目，但他们演的一起给你看啊，你要怎样猜？哎，云婷是什么？然后演员是什么？那我要很融入，我等我一下。好 ，OK 哦，来，继续那个角色。二一 ，Action！ 我没有想到你先出现了，没有，我就出现了。什么啦？哎，他很像那个很红的一个那个有一个黑人吃冰吃那个口香糖的那两个人。谁啊？你等下跟你讲，他很像。你好适合演这个角色哦，看前面啦。好 ，OK。他们嘴巴很酸，他们两个分明演的是一个就是东西哦，是东西哦，不是职业，也不是人物，是东西哦，对对是东西，但是在他们就是在他们刚刚演的身上都有，他们演的环境也有。我觉得他被那个环境蒙蔽耶。你可以先想想看，我大概知道其中一个，好是有槟榔，槟榔。有槟榔吗？嘿，你可以想槟榔算他的细节。他们刚刚在干嘛？他们刚刚是在干嘛？你可以稍微就是回想。我有些人可能会有，有些人可能不会有。有守规矩的，也有可能，也不能说不守规矩，有可能会有喜欢的，也有可能有不会喜欢的，对不对？
也可能一个不，他不是个职业，但是你可以回想，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你刚刚在干嘛？刚才就是一个抱着冰冷的司机，嘿，司机，然后的哥的的哥的那种，的哥的，有点的哥的，然后在前面那样像流氓这样，然后就看到一个漂亮的那个，你推要推理一下，为什么他会的哥？要推理一下，对，他在想要推理，推理一下，然后他是很猪哥，很变态，要载着一个在路边，然后要载一个很漂亮的小姐，但是小姐穿着有点裸露，他一直这样遮起来，遮起来，但是他又很嫌弃那个猪哥，然后他坐车，然后可能到了，他拿钱出来要给他钱，他就说被招啊这样子，这样撒盐巴这样子，嫌弃。好，讲完了，所以你猜完剧情了嘛？对，想什么？什么事？快点，快点！比基尼跟计程车啊，终于啊！对啊，我这边好辛苦，好辛苦。你们叫我猜这种组合题啊？我是新来的哎，不是，我新来，你把所有都这样。对，都猜完了。你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就是不给我讲真的。我听得好累哦，我真的是哇，谢谢你。破车载人，我觉得不是我们的问题，不要放心上，绝对不是你们的问题，绝对不是，绝对。好了，都我问题，都我问题啊，就是你的问题，直接放弃，就是算了，是这个脑筋急转弯。接下来第二首歌了，冷静一下，唱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哇，直接很好，让他冷静下来。这首歌，可以吧 ？emo 起来也可以。来，这首歌叫什么？无病呻吟。来静一下啊。今天带来的第二首歌是《无病呻吟》。那这首歌其实是我在4年前的时候写的一首抒情歌。那从我22年发歌发片以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带着抒情歌跟大家见面。这首歌呢，其实是4年前我很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写的一首歌。那时候其实这当然就是一听名字就是，然后在家任何的伤心难过啊，或者是很多的情绪都是在家自己解决的，但你要保有个自己的理智，知道就是这段感情其实是不会有结果的，不要问为什么，就是没有，就是不会有结果。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这样子的感情，那这就是一个很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一首歌。我们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无病呻吟》。你穿在身上的香味
这如此危险，我钻进棉被，从衣冠上睡，上演了好几夜，忘了我渴望你的拥抱，别让我抓住你一秒，逃离我疯狂，不愿放掉，就不必再被消耗，忘了吧，反正你不想要，我不能紧着你一脚，就让我得不到，大不了受一点伤，不打扰，这样就好。可以了吧？对好，来，最后在这边再宣传一下，宣传一下最近有什么新歌啊，然后你的还有IG 啊，粉丝团、啊、怎么找到你、啊？对，这些都可以。或是你之后有什么公开的活动，都可以跟大家说分享。好，最近哦。大家可以去搜寻我的那个 IG， 就其实打严嘉璇就会找得到了，就是、还是要打本名啊，三个字。对，还是要打就是全名打三个字。他也应该能找不到，对之类的。妍妍在梦里叫就好了。然后就是毒苹果派是我一月底的新歌，那其实最近的新歌是四月中我跟旭的 AQRS， 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 Apple Music 的人。会很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到 Apple Music 我听，可以讲一下，可以讲一下。这次这是新的歌，我做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杜比全景，然后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看 Netflix， 其实会注意到最近很多的影集上面都会挂一个杜比嘛，对，它就是一个很非常立体的一个氛围，对，氛围感就是疗愈氛围小姐姐。那那一首真的是混完之后，我觉得做完杜比，它更有一种宇宙的感觉，迷幻的空间感。更有空间感啦，因为杜比的那个空间会更大。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啊，我推荐大家去听。那下半年的话，期待一下我们新下件。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